看不见啊。哎，其实你来扛的再去加不会飞啊。啊，你对外不要就好了，像那个什么英检考试啊那一些。哦。那我被锁住，我不能看呐、啊。狼人请睁眼。请选择今晚要杀的人。预言家，请闭眼。天亮了，今晚是平安夜。哦、哇，醒来了！我知道谁是狼了。好，今晚是平安夜。我们从。从一号开始，我们从二号开始发言。啊、为什么？照顺序有二号、三号的，就是没有一号吗？随机，随机，所以一号最后。嗯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没有啦，那就后排，那就后排吧。对啊，从从啊，从一号开始。啊，从一号开始，从一号开始。啊，一号，谁的？我觉得这边有一点动，就是狼人，是因为我在写功课吧。反正就是这边有一点动静，有可能这边有一个狼人吧。好，或者是两个。二号 ，OK 啊。嗯，二号也没有什么资讯，但就。听到感觉在预言家睁眼之后，他有偷笑一下，然后感觉他的笑声是往下的，感觉他不是预言家。好，那我们请三号是谁？知道是谁？四号，没有人四号。你几号？被发现。我吗？我啦。快点嘛！你在恭喜啊？我没有要说什么，但是我直接跳了。好过，好的，就我啦，要跳什么？很大声怎样？因为笑声可以传到这里。医生没人可以救吗？只一个人，只能是没有神灯吗？只一个人可以救活他，但两个预言家不是吧？才这样子对呀、啊，他们两个预言家只能预言一个吧？对，两个预言家只能预言，就是讨论要预言。对，那三个每个预言，就是给吃过的吗？哎，啊，饭池。饭池没有饭池，大家。饭池，哎，中午饭池，大人干嘛？用这张纸就好了。哎，我家应该有饭池。我们家应该有饭池。饭要怎么抓？嗯？老爸，饭要怎么抓？饭要怎么抓？童蛙，童蛙来了，来，童蛙，童蛙在这里。来了。好，菜。加菜的来。对对对，童蛙菜，童蛙菜。没中，没中。桥下河滨，河滨桥下常常。对啊。开六千多。对啊。应该是你儿子吧？我儿子。你家人也好。哎，还是那个。还是那个说他最爱的人。在守岁的话，对，啊，他们两个都有。最爱的人在守岁。他们想说，当你暗恋的人在守岁的时候，你会干嘛？这个，赶快声音分。对呀，然后又抓又抓。你暗恋的人是谁呀？他说，因为我爸爸。耶，谁是狼啊？他。我觉得是他，没有，他是我，你觉得他是
狼也可以跳明啊，是吧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直接翻牌了，看到他的牌，看到他什么？奇怪。好，我们继续发言，谢谢。一定要请。